Good morning, Jesus. 耶稣教授，你今晚大家嘛搞咋？下早起，荷兰萨克做过来看，什么呢？去相关第四章第三节，百姓登到营内面，以色列长老讲，耶和华今日为何荷兰败离非利士人的面前呢？咱不如将耶和华约柜对示罗更告咱家，通叫咱中间救咱脱离敌人的手。以色列人想到过去过约旦河，是约柜徛伫头前面，攻打亚利哥城的时，嘛是约柜伫头前。现在是因打败，就是约柜无伫因的中间。如果将约柜更告伫因中间的时，那安尼因就会赢。但是兄弟姊妹，前两摆是上帝甲因讲安怎来做，现在是上帝并无讲话，咱看见着因着用着有样，看样无用家己想啊。你迄个所在，人就出主意，讲是上帝无伫咱的中间，约柜无咱的中间。这敢是等于到你叙述其中间，迄、那个个人任意妄为吗？约柜是人跟上帝交配所在，是上帝恩着人讲话所在。约旦河、亚利哥是一个属灵的经历，但是真侪时阵，咱将经历变作是真理。上帝给咱有一挂经历，咱袂当真做是限制上帝作为的根据。上帝伫我身上的作为，无一定会同款伫你身上会安尼来做。咱需要经历上帝，但是咱追求的毋是受伤的经历，毋当将追求的目的弄总毋掉去，用着经历来代替上帝本身。约柜来到以色列人的中间，因就大声欢呼，地就震动。但是后来呢，并无打赢，反倒等约柜去和对方客气。真侪人咧追求着熟练的过程的中间，用着情绪正做根据，错误了做情绪，那是真正的高涨。那安尼，上帝的中间其实。外面的激动，内面的冲动，拢袂当叫人的脸得到偷棒。所以，咱来到主的面前的时候，爱认清楚知影，咱今仔相信的是约柜，还是约柜背后的上帝？咱是看见着历史中间的作为，还是看见着掌管历史的主？所以，求上帝能帮助你我，知影咱要安怎结连。会当来服侍这个世代的人，做个三个来祈祷。特别，我来讲你个弟兄的保佑情。虽然我在世上有济济方法，秘书看起来那个非常的成功，但是你究竟你今仔日离阮，跟阮的教会中间要安怎来锻炼？我恳求你，和阮会当清楚明白，是出于你，是为着你，是单单为着荣耀你。愿主灵帮咱带领，着你家己手所建立的教会，予阮会当做伙同心奔跑前面的路程。感谢你，奉耶稣基督圣名祈祷，阿门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愿上帝赐福你甲你的一家。